这个游戏名字叫做《滑进森林中》不小心滑了进去，滑进了旁边的旅馆，滑进了一些不可以跟人家说的地方，什么鬼啊？这就是个粪 game 吧？能不能走出去啊？哦，不行。这树可以穿呢，傻小。滑进树木，你看我滑进去。这是在树林中玩溜滑梯的小孩子吗？我以前玩溜滑梯都这样玩呢，我都从这边进去。他怎么把我吹出来啊？那里面声音怎么不一样？这是谁的肠道啊？这个不是溜滑梯之类的吧？恶心死了！我这边溜下去，好玩哦，嗨，好玩好玩。然后嘞，就这样哦，再玩一次哦。我怎么知道是不是这样？他妈这游戏谁知道啊？没有人讲啊，我也不知道，你也不知道，谁会知道啊？嘿。哟呼哟呼，我们滑一下，滑到下午还白天啊？这怎么了？天色变暗了，下雨了、啊。我每滑一次，他这个滑一次是滑了三个小时吗？时间裂缝。哟呼，怎么黑了、啊？滑到晚上了，靠，被超黑。谁在我旁边吧嗒吧嗒吧嗒的？我的道具，哦，这好像什么 RPG 旧式的捡到了过关道具，哎，一个人家迷失的手电筒，很幸运的是还有一些电池，哎，我还要再滑哦，我不回家吗？滑个毛哦！我突然开始有点害怕，还要再滑吗？滑起来，风男滑起来，耶！哟呼！这是怎么没有变化？不行，怎么滑不到早上啊？事情越来越诡异，恭维啊！主角怎么也不恭维啊？啊！矫正悲剧，有大批的人口失踪案件，而且还继续发生，没有解决。根据回报说，两个小孩和大人都失踪了，警探正在调查。案件就好像他们直接消失在空气中一样。他问说有没有任何人关于这些失踪人的资讯，如果有任何人发现其中一个受害者或者什么消息，请尽快通知他，通知这家这个警探或报社之类的。所以我跟你们讲啊，他们失踪哦，一定就是因为太爱玩溜滑梯 溜到魔界去了啦，叫你们不要随便乱滑吧。滑得那么爽是有代价的好吗？而且我还觉得很奇怪的是，为什么这些人这么执意的要一直溜滑梯啊？干嘛了？呦呼！人生不愉快就来滑一场，任何失意就滑一场。被甩了滑一场，被炒了也滑一场，长太丑也来滑一下，阿小，干嘛干嘛干嘛？管弦乐哦，
老子不滑了，吵死了，没有血迹。哎呦，干这傻小，好吵，就这点。那个滑溜梯洞里面跑出来一只虫哎。我觉得就要在这边结局了，你们信不信？啊？哦，那个不是虫，那个是被包起来的人啊，好像是那个蜘蛛把它包起来，然后伸出一只手把它带走了、欸。他刚那个咚咚咚的声音，是他想要挣脱那个把它包紧的蜘蛛丝之类的。就一直在这边挣扎了、啊，看到这个情形，我还要下去哦。肥宅一不做二不休，全有地狱我也要滑。啊，干完但没出口了，干完滑到地狱去。哦，好快，好快，好快！哇！啊，没电了。拜托不要让我看清楚。干不会吧？这是。地狱滑水道啊！按住 space 哦，可以这样快速移动啊！那不要我们滑太慢了，我们来到恶魔巢穴了，恶魔屁眼，恶魔肠道。你有爬进过恶魔的肠道中过吗？恶魔的肛门？他、啊、这个店铺你不能面对地下啦，你要往上一点，他才会脚跳有空间。我要看看那只手的主人是谁。我对我的人生一点都不讲究，对我的工作、我人生事业什么我都不管，但是遇到无关紧要的事情，我就非要追根究底，做个废物。哪里啊？看这哪里啊？这个建筑我怎么好像有点印象啊？以前玩的某个什么废物连恐怖游戏合集，是不是有类似的东西啊？虚空，这是祭坛吧？阿卡神庙。接一下，接一下，啊！接不到，他、啊、那个头是被砍了吗？被吃了？哎、欸，这里是那个古代祭坛啊，头被砍了，还是说心脏挖出来，然后往下丢尸体？什么鬼地方啊？人的心脏，那不要。游戏的格局好大哦，这不是一个垃圾游戏吗？这心脏哎，看不下去。按一可以把锁链给移开，好、哦。开始杀神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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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快是什么？你的心脏这么黑呀、啊？按一喂他们。好恶心哦！
外面有人在走路哎、欸！干，这个门快开啊！怎么开不开？见他好黑，他好黑，我看不见，靠，要重来，好长。我想看清楚他长什么样子，哎，他有一个脸，然后很高，被他抓到就会直接被剁了，这样。海景第一排。身体好黑哦！再清楚一点，再清楚一点！哦，刺激，刺激，刺激！再清楚一点！来，再靠近一点！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看清楚了。其实啊，我还有一个期待，就是我们下去丢东西下去喂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是什么来吃，就说这个视角能够在里面一点。不开门啊！嗯，快跳，快跳！刺激刺激！哦，非常之刺激呀、啊！他很生气，他吃不到我。哟呼！异常刺激！不要担心。我是专业被训练过的，我可以抵抗刺激，跟怪物只差一毫米，我也可以逃出去。多长啊这里？Yeah、哦，他声音远离了。又掉进另外一个怪物的嘴巴里。听到什么风声啊？是不是要回去了？逃脱第一人，这个哦，这个速度好快哦！这搞多久啊？这要前进地心？是哪里呀、啊？这是我的那个溜滑梯哎、欸！回家了，回家了！哎、欸，哟呼！啊靠北！哎、欸，东西怎么不见了？我回家了！耶、yeah ！逃出升天！溜滑梯。溜一溜，溜到了恶魔的世界，差点被恶魔抓去献祭。依靠我的勇气与智慧，终于逃回来了。他是用那种复古式的，有点有一点像素画面了、啊。很奇妙的就是这种游戏的剧情跟过程，很怎么讲啊？简单的讲就是很有趣就对了啦。比起那些要把什么恐怖气氛什么有的没的，要把它饼画的很大的那种游戏哦。这种完全 胜出，恶魔藏到模拟器，随便的看。他、啊、先关掉了，没有了。他、啊、这个游戏名字我觉得很不吸引人呢、欸。
但是你要玩了之后才知道有趣的地方在哪里。它叫做滑进树林中，什么东西啊？谁知道这是什么、啊？滑进树林中什么鬼？卖不出去的游戏名字。那、啊、我先关掉啦，没有了，还不错了。